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可以请大家帮陈立豪一个忙吗？各位，把你现在的手机照相功能全部再打开。各位，可以帮我第二个忙吗？请你把你的双手借给陈立豪，各位帮我鼓鼓掌。第三件事情，各位，请你今天认真看完我手机可以移动的讯息，然后你在看的过程当中，请你认真的，各位，拿你的放大镜来看一下我的节目。我在今天啊，我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愿望，我真的很希望全国的投资人，如果有看到陈立豪节目的人，都能够来参加我的会员。真的，各位，很多的事情哈，讲你也不会明白了，在电视上你看到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很像每一个投顾老师讲的都是真的，很像每一个都很厉害，很像每一个都是超人，对不对？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哦。所以我在今天，我又要求全国的观众，各位把手机的照相功能打开，等一下我还是会让你看日期跟时间。各位，你有看到今天侧标上的有两档股票，一个叫宏硕吗？攻涨停。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档股票叫做华晨？昨天跟你讲我580到585买的，今天攻涨停。各位，做股票有这么难吗？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能在股市里面真的赚到超级大钱？因为他跟我一样客观哦。而且各位，叫他进他就进，叫他出他就出。各位，前几天那个赔了1亿3000万那个有没有？不是来参加陈立豪吗？第一天买那个神盾赚380万，对不对？第二天他又去买一档股票，结果又赚了360万，有没有？当冲啊，对，就当他当冲那个华晨有没有？各位，今天他又赚了480万，连续三天呢。一个380万，一个360万，一个480万。各位，做股票有这么难吗？我现在就验证给你看好不好？我在讲的过程当中，你手机的照相功能已经准备好了吧？那各位，请你把笔跟纸拿起来抄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跟别的老师就不一样啊，我希望你拿来印证嘛，我希望你能够真的拍照存证啊。给我们来开始印证。各位，从进入八月份开始，8月1号，我当时就跟你讲来抢钱了。各位，现在每天的行情上下幅度啊，都几百点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几百点？是不是几百点？我跟你讲的对不对？嚯，我陈立豪讲的对啊，真的好厉害，好棒啊！各位，我讲的好，我讲的棒，你有没有赚到钱？你如果没有赚到钱，各位，那你讲我好我棒有什么屁用？没有用啊！各位来看，我8月1号的上电视的节目的第一天，哎，各位，我8月1号的第一天，我就告诉大家了，要抢钱了，要开始抢钱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各位，这些股票都赚钱哦，都赚钱哦，而且我说如果有造假，退出股市哦，对不对？各位来，8月5号，台股大跳水。8月5号，我又告诉你，台股历史大跳水，财富重分配正式开始哦。我已经在告诉你，准备好，机会就来了。好，结果我们买了很多股票，到了8月6号，我的天哪！因为8月5号台股大跌1800点，我们买了台积电赚了104块，买了台光电涨停板，结果隔天再赚，变赚73块。有没有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？然后各位，8月6号，哎，一样买微盈赚了250块，买四星又赚了255块，财富重分配。好，各位来，那我都跟你讲了，对不对？而且都很清楚打在侧标上。那各位，8月7号的时候，我们在8月7号的时候，哎，我都打在侧标上，我就再次提醒你。8月2号、8月5号，我说财富重分配开始了，你有相信吗？我又再次的跟你讲一次。那各位，你看哦，这些台积电赚钱、台光电赚钱、四星赚钱、微盈赚钱，全国第一，认真看完 VCR， 神盾又赚钱。我跟你讲说，你要的是我的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，对不对？
好，各位，八月一号到八月七号，我讲完了，我讲耍啦，我讲完了。各位，我们进入昨天八八节，我们进入昨天八八节啊，好不好？你看一看，昨天大盘跌五百点哦，大盘昨天跌五百点，你看我买什么股票？各位开始验证了哈、哦，开始验证，我车标上的股票如果有造假作弊。陈立豪打在车标上，如有造假作弊，我退出股市，好不好？如果有造假作弊，我的会员把我轰出股市，真的。哎，全国的观众，你有参加别的投顾老师敢这样讲吗？不敢啊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我们来验证一下，好不好？昨天八月八号，昨天八月八号，我说请全国的投资人看看什么叫全国第一，各位。当我在讲全国第一的时候，一定有很多人不服气，一定有很多人在干掉，一定是心里很不爽，什么全国第一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你又不要不服气嘛，我们就来看一看，验证一下。而且我都跟你讲，你可以拍照存证的，而且我就跟你讲，日期我都打在车标上了，我们来看看是真的是假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股市里面赚超级大钱吗？你就是不行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有人赚的赚大钱，把它当作喝水一样？为什么有人真的在股市里面真的，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？那你整天还在股市里面浮浮沉沉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自己有没有问问自己？给我们来看看。我昨天还特别跟你讲，请你认真看清楚手机的什么日期跟时间了。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了。各位来，昨天我是不是买四星？我是不是买维银？我是买华城？各位来，我现在一只一只来验证给你看，你看看为什么陈立豪有这么多人喜欢跟。各位来，八月八号我不是跟你讲请你看看日期跟时间吗？我不是跟昨天跟你讲请你拍照存证吗？那是昨天的嘛。你看看我在昨天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九点十九分买的什么？买的维银，我1800到1820买的。各位，我今天全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开盘就全出了。各位你看、哦、我维银八月八号买的，对不对？勇气霸气行动力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那各位，我今天一早就出了，我出了赚了160块。各位跟我念一遍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我十张而已，十张赚160万，100张赚1600万，我出掉了，我出掉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开盘我要出维银吗？各位你看维银，各位出掉之后，各位收盘收跌30块，我出掉了。我如果有造假作弊，会员把我轰出股市。各位维银哦，赚160哦，好，我打在车标上，我打在车标上赚160。各位来看四星 KY， 我昨天不是也买四星 KY 吗？我昨天不是也买四星 KY 吗？各位这个维银有没有赚160嘛？对，是赚160。维银昨天是赚110嘛，对不对？到今天你看看来，各位你看四星哦。四星昨天到110，到今天有没有？我赚195块。各位注意哦，四星到今天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我赚195块哦。我出掉之后有一放空。你看，注意看哦，我今天我四星出掉了，赚195块哦。各位，我去兼放空。各位兼放空，什么叫兼放空？兼放空，各位打下来，你看，各位你看打下来打到哪里？这里打到哪里？打到最低是2225哦，2225哦，各位，打到最低2230，算2230好了。各位，我放空到这边，我还赚了多少钱？将近快80块。你不相信哦？来看各位，8月9号今天知道吗？8月9号今天，各位注意看一下，会员注意，3661的四星 KY 2300到2315放空的人，现在2240复并可以全部回补获利出场，恭喜各位。1:14，各位，我们昨天做多赚195块，去放空，早上就放空了，我早上就放空了。来，各位，我们用手机来给你看，各位去看，看一下今天的可以移动的，各位来看，会员注意有没有？3661的四星获利之后，可在2300到2330放空，早上9:24。各位来，那你看一下9:24，
各位来到这个地方已经9:30了，各位来到了没有？来到2315，全部放空完成。各位收盘收2240，怎么样都是赚钱。各位你看可以移动的，你看可以移动了没有？可以移动了没有？2300到2330获利之后兼放空，有没有？各位你看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各位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哎，各位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再鼓掌一次。各位你看哦，做多赚195，连放空都赚80块。哎，我都打在侧标上，我都打在侧标上。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陈立豪吗？因为各位是他帅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真的很可爱，有不造假不作弊不欺骗又不吹牛。各位我们来看华晨，各位看昨天哦，昨天不是叫你拍照存证吗？各位8月8号看看日期跟时间，请拍照存证。各位来会员注意，1519的华晨580到585也来了，可以布局了。昨天9:27布局哦，布局知道吗？什么叫布局？各位啊，通通买到了没有？通通买到了。各位1519我通通买到，我昨天就买到了，我昨天就买到了，各位昨天就买到了哦，昨天买到，昨天是最低582哦。给我时间都跟你讲哦，我是9:27叫你们布局哦，结果9:40来到，对不对？我昨天不是给你看过了吗？有没有？给，如果你还没看清楚的话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我昨天已经跟你讲过了。来，那各位布局之后，今天冲到哪里？各位看，各位今天冲到哪里？涨停板呐，653涨停板呐。哎，各位。再帮我鼓鼓掌，再鼓鼓掌。各位华晨昨天买今天攻涨停，而且昨天买的价钱是这么漂亮的价钱，就是我讲的580到585、欸、你不相信他对不对？来、欸、我印出来给你看，用手机划给你看好不好？各位看，各位看昨天有没有？各位看到有没有看到昨天两个字？会员注意，1519的华晨也来了，可以布局了吗？哎，这可以移动的，移动的知道吗？结果今天砰攻涨停，攻涨停啊！哎，赚钱有这么难吗？好吧，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验证了四星 KY， 我验证了维银，我也验证了华晨。哎，各位来，那你看一下宏硕，你看今天宏硕来。各位今天宏硕攻涨停，宏硕啊攻涨停。来各位来看一下昨天，看一下昨天8月8号昨天哦。各位来会员注意，会员注意，维盈出场获利出场之后可以把它转进到哪里？3131的哪里？1530到1560的宏硕。好，各位早上10:42哦，就讲1530到1560哦。好，各位10:48我又再讲一通，会员注意，同样是因为筹码混乱，因此也有可能会假突破。目前3131的宏硕支撑在1530，但如果假突破有来到1510到1520，赶快买进。来各位来啊，昨天有没有来啊？昨天有没有来啦？昨天有没有来？来了，而且通通成交。我讲了1530到1560之后，各位杀到哪里？杀到1520，假灌破嘛，全部成交。你看今天攻涨停啊！各位来，你注意看时间哦。我不是跟你讲叫你拍照存证吗？各位，昨天10:42再讲，对不对？10:48再讲一次，对不对？各位。1:23:44杀到最低1520，全部成交。早上10:42就在讲1530到1560，10:48再讲一次，会来到1520。哎，各位，我不能跟你讲为什么我这么准，好，我不能跟你偷讲，我不能跟你讲我为什么这么准，但是各位你看。8月8号，昨天1:23来1520，全部成交，全部成交。啊，各位，今天攻涨停，哎、欸，我们还没有出到涨停板哦，涨停板是1690呢、欸，
涨停板是1690，我是1680就出光了。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十张150万，100张150，1500万。各位再帮我鼓鼓掌。如有造假，退出股市，好不好？如有造假，退出股市。有很多的投顾老师希望我退出股市。如果非凡跟东森让我上，这些很多的老师是没饭吃的嘞，我没有骗你呢，真的。各位来，你看宏硕今天攻涨停，你看有没有？是不是攻涨停？各位，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呢，开玩笑，全国第一名的老师啊，而且是真真实实的。各位来，那还有一档股票，各位，你看还有一档股票，台积电。我们不是这个礼拜不是有出过台积电吗？出掉了。昨天打回来又买台积电，你相不相信？你看，各位，11:18，会员注意，今天很多的会员2330台积电买在889附近，买着就放着，买着就放着，好不好？买着就放着，各位看台积电。各位你看今天攻到哪里？攻到934，收盘收934。各位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哇，这么厉害的老师，赚42块。啊，台积电没什么好讲。台积电没什么好讲，我要讲什么？讲双红。各位，这一阵子双红是不是很弱？各位，这一阵子双红是不是非常弱？3324的双红是不是很弱了？是不是很弱？跟烂芭辣一样，烂芭辣知道吗？很弱。你看，各位，双红是不是很弱？有没有？你看，哇靠，被人家杀杀杀。各位来看一下陈立豪好不好？看一下陈立豪。你看昨天8月8号，会员注意，如果不想买高价股的人，很多人不想买高价股，像宏硕人家也不想买太高价，对不对？那没关系啊，你看可以买回3324的双红505到515，没有要当冲哦，没有要当冲哦，买12:36买哦。各位，各位帮我鼓鼓掌一下好不好？真的，帮我鼓鼓掌，我都准到吓死人，准到我都快哭了，真的。你看，各位，昨天8月8号12:36在讲双红505到515哦，买进哦，12:36，各位，12:48来了，来到508，我讲什么？12:36。505到515买进，没有要当冲哦。12:48马上杀给你看，杀到这边全部成交，全部成交，全部成交。那各位，你看一下今天双红，给攻到哪里？攻到555。各位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这样一流的老师。如果我都帮不了你，全世界没有人帮得了你。全国第一名的老师，全国第一名的老师，各位，我都全部在验证给你看呢。我跟其他投顾老师不一样，我不会造假作弊。各位，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真实？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诚信？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造假作弊、欺骗、吹牛？各位，那个都，我不是跟你讲，我不会造假、不会作弊、不会欺骗、不会吹牛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叫你拍照存证呢。所以各位，昨天你买到今天，天哪，才一天45块。各位，十张就好，45万，100张450万，千张万确，各位千张万确。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？那个赔了1亿3000万的有没有？第一天进来买神盾赚了380万，第二天赚了360万，各位后来又买到什么？要买双红，结果今天又赚了450万，你看。我的侧标如果有造假作弊，我退出股市。我从头到尾我都验证。来，各位，再拿给你看，再拿给你看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你看看我陈立豪真的很厉害。各位，我不但今天做多，我还有放空股票，连放空都赚钱。放空我就不讲了，只讲一档放那个四星就好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没有股票要送给你，我没有股票要送给你。我今天要跟你验证的是从头到尾都用手机验证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叫你拍照存证吗？各位，你知道全国第一名的老师，
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跟着陈立豪，要很多投顾那边转到陈立豪这边呢？一直谢谢我呢，帮我介绍很多的会员呢，因为我真的很厉害。我不是跟你讲吗？ I am best of best， 我是真的最棒的老师，而且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哦。你们不要因为我讲话的方式而厌恶我，你们应该要疼惜我，因为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。你们如果真的有资金，各位请你跟着陈立豪，真的请你跟着陈立豪。各位，我车票上的全部这是真的，如果有造假作弊退出股市，你绝对今天，你今天收盘看电视看到晚上，好不好？你看到哪一个人敢在车票上打如果有造假退出股市，如果你找得到第二个，我陈立豪退出股市，听得懂吗？各位，明义大师说用 5.3 万 美金可以炒作到3亿美金，各位你为什么不试看看？你为什么不试看看？各位，现在这种行情每天几百点在上下震荡，你还不赶快来抢钱？哎，如果你认为真的，你如果真的进入股市你还不赶快来抢钱哦，那各位你退出股市好了，真的，你现在不抢，你到最后再来想抢，你一定是死路一条了。我不会骗你，我是学过心理学的人。你如果现在不赶快来抢钱，你以后再想来的抢钱，各位已经筹码都完全不一样了，你会死得很惨。所以各位绝对不会是天方夜谭哦。你300万要变成3000万，各位马上来电。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各位侧标再拍照一次，拍照再拍照，我叫你拍照了，因为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了。我也不会送你股票了，没有意义嘛。我送你股票，你第一个你也不见得会买，你也不知道价钱在哪里嘛。所以各位，你干脆一通电话，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。你只要打一通电话，留下你的真实姓名就好，其他不要问，礼拜一你就知道了，听得懂意思吗？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发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各位绝对不会是天方夜谭，可能性非常大，300万要变3000万，甚至上1亿都有可能，马上来电好不好？我们所有的业务都在等你，广告之后再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你看我们昨天台积电也买啊，8月8号买台积电，而且各位8月8号888嘞，9:47888嘞，勇气霸气行动力。你看今天随便卖随便出，今天收最高934。你看，我跟你讲真的，台积电我每次做每次赚，你看也赚42块，
对不对？哥，真的，台积电42块，10张42万，100张420万。结果宏硕昨天买到宏硕，今天攻涨停，赚150块。四星各位做多赚195块，放空也赚80块。双红昨天买到，今天差一点，差一点攻涨停也赚45块。华晨今天攻涨停赚70块，昨天买580到585的，维盈也赚160块，全出了。各位，我现在，各位，我现在手上空空哎，我手上空空空空的，各位全出了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跟着利好好不好？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。全国的观众，如果你在股市里面想要赚大钱发大财，想要买车又买房，请你跟着陈立豪。各位，你要赚大钱找陈立豪就对了，指名陈立豪。你如果要赚小钱找别的老师，我不要做小型股，我也 不做小那个赚小钱。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能够赚大钱，才能够赶快买车又买房。所以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绝对不是天方夜谭，300万要变3000万，马上来电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一通电话我可以帮得到你。祝你们下个礼拜操作顺利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